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独奏哦，要怎么样子去增加它的一个多样性，还有增加它的一些趣味性。那我们都会用点弦啊、扫弦啊，就是吉他的各种不同的技巧来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吉他技巧大概分成那几个，大家都知道，推切、滑泛、连、垂点、扫、跨劈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很实际在应用的这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使用它。OK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就是说有几个我自己在家里弹奏的一个影片。好，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当做一个范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实际上在弹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衔接一些技巧的内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例如说，我们现在来看。这个部分，好，这是一段旋律，好，我们直接从点弦开始看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个技巧。好，在这边停一下，好，刚刚你看到这个点弦的技巧，是第一个技巧。那这个技巧是什么技巧呢？就是一个，我们一般点弦，我们就是跨一条弦去跨过去嘛，可以制造7度的音程，就是7和弦内音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一次比较不一样，我们是跨两条弦，那跨两条弦制造出来的一个声响，那个断层感就会更大，所以它的张力就会变得更大。那通常呢，这个断出来的音通常是有可能是8度音，也有可能是9音，所以呢。我们来听一下，它的张力就会相较之下就会大很多。OK，好，第一个是扫啊，都是渐进的往上，所以它有5声音阶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段落。那下一个段落是我们第二个段落。这个段落呢，我们会比较多在弹奏一些有旋律、有 melody 的一些推弦或者是滑音的部分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就是使用了什么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点弦，跨两条弦的点弦。好，它的西哆瑞咪瑞哆西哆瑞嗦瑞哆，然后呢做接一个西的推弦好，唱的是那个相对音哦，来，有没有？好，瑞哆瑞哆拉嗦瑞哆拉瑞，好，这就是一个5声音阶。好，这是一个扫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扫弦呢？它是一个以 E minor 作为基础的一个和弦内音的扫弦，那它里面加了一个9音的元素，所以还有那个就是说4和弦就是4音，应该是说4级和弦的7和弦，所以刚才那个段落我们再听一次。好，这段是旋律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三个部分。第三个部分全部都是就是说都是魔镜，4音魔镜。我们在练习点弦的4音魔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里面有包含是5音的5声音阶的，然后也有是7和弦内音的。好，这很明显是7和弦的，5声音阶，减和弦，好，又回到了那个跨两条弦的一个那个点弦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听一次哦。所以它的结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七和弦内音，第二个是5声，然后第三个又回到七和弦，然后再接一个减和弦，减7和弦，再接上一个什么呢？好，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跨两条弦的一个那个什么点弦点跨弦。好，我们来听一次，来。第二弦，5声音阶。
好，九七和弦，好，这是跨弦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第四个段落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七和弦构成的扫弦哈。有很多人在问我关于扫弦的一个内容，好，但是怎么样子把扫弦和点弦去做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幅度的一个位移，这是我所在弹奏里面所关注的。那接下来我示范这个叫做一个线性波动法。好，我在弹奏的时候，主要是有两个内容，第一个是区域法，第二个是线性波动法。区域法是什么呢？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 A B 两区或 A B C D 四个区域，然后呢轮流移动。那这个线性波动法是由上到下找到连接点就直接过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线性波动法，都大七。又回来魔镜，好，这样有没有理解？好，有没有理解？好，我们再看一次哦，都是大七和弦哦，大七和弦加上有时候点弦的时候会是五声音阶哈，哦，看一下，好了，好，接下来接五声音阶，好，好，因为五声音阶那个大家都很熟了，去看一些其他的那个吉他频道都有讲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赘述了。像这种 AD 卷尺用到爆有没有？或者 Z Y。好像这个地方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。接下来这个 lick 对不对？它是一个E minor的跨弦，哦，它是扫弦和跨弦结合在一起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呢，认识我的人，就是说有来跟我上课的人都知道，我一定会教这个部分。它是什么呢？一三一六哈，然后再来是什么呢？再来是六一六三，好，主要是这两型，好，两个形状的一个跨弦来组合起来的。所以呢，认识的都知道，这其实没有很难，它就只是一直重复同样的内容，在不同的把位进行而已。我们再看一次哦，你仔细观察，它是有规则的。第一个，扫弦，有没有？大家可以理解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，下一个 lick 对不对？下一个点弦的 lick， 它是一个九音上行，来看一下。好，接一个七和弦内音，是什么？小七和弦对不对？是不是三 my seven？ 我注意看哦，三 my seven。对不对？三麦 seven 对不对？好，蓝调音阶，好，蓝调音阶哈，蓝调音阶就很简单，就不讲了。好，滑音，好。picking 加泛音哈，噔噔噔哒，噔噔噔哒。好，这段我们看一下，它是一个三个区块连接在一起的E minor扫弦。好，第一个低把位，还有中把位从第十二个开始，然后高把位哈。就是说，它会从第十四格开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喽，还没，抱歉。来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好，注意看这个段，这一段哦，这一段它是一个上行，线性上行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米发拉瑞 ，OK， 都是米发拉瑞，
只是靠八度音在移动而已。所以呢，它等于是很简单，都是米发拉瑞，米发拉瑞。注意看哦，米发拉瑞有没有？米发拉瑞，米发拉瑞，米发拉瑞，然后再来哆西咪瑞嗦咪，有没有？哆西咪瑞嗦咪，这个下行是哆。有没有哆西咪瑞嗦咪哆西？好，再看一次哦，哆西咪瑞嗦咪的。米发拉瑞哆西，好下行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一段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就是一个五声音阶的上行、哦、它也构成了很多的七音、哦、七和弦内音。好，注意看哦。来咯，五声音阶。好 ，picking， 这很简单。减七和弦，减七和弦哈，四个减七和弦，小弦，六五三，好，又回到一开始的点弦，有没有简单？所以就是这样构成的哈，这样去编排。OK， 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就是实际上套上了背景音乐，它听起来的感觉会是什么？哦，好，那总之呢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范例给大家参考。这其实是给我学生做的一个作业。那如果想要学的，就是可以来找我报名哈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套上背景音乐实际的感觉。是旋律，五弦，都是跨两条弦嘛，然后第一个是转黑弦的。小弦，主旋律，柔性上行。
OK，好，这就是这个影片的一个示范。好，那请就是大家就是如果有拿到谱的话，就是可以多练习。OK，好。